妈，为什么洗成这样？一定是你那条牛仔裤咯。为什么没有分开来洗的？哎呀，那么多衣服我哪里记得？你今晚又很迟回来呀？迟一点。你是不是被同事不利？没有，有东西要赶。你不要那么迟回来，知道吗？我们这里很暗。知道了。嗯，拜拜呀。拜拜。不在，他出去了。他去世了。哦，几时的事啊？大概一个月前。我很第一，请问你是谁？我是你妈妈在西西的朋友。他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中风。哦，那就这样了。那好照顾自己啊，拜拜。爸，我出去了。嗯，刚才的电话是谁打来？打错电话。安哥，这个袋里面装的是什么？
袋里面装的是鞋子、衣服，还有金银子，是整套的。多少钱？一个要10块。这样我要一包。你要买男的呢，还是女的？女的。女的是这个绿色是女的，红色的是男的。OK。爸，走廊上的东西是你丢的吗？今天我弄干净了冰箱、厨房还有客厅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收这么多东西。他买的东西都是给家里用的吗？他就是贪心，什么都要收，一点也不舍得给别人。他买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用。我叫他丢掉，他就是不听啊，不肯看医生，结果害死自己了。
把一袋给我。要不要在上面签个名？怎样签？就这样写，他就会知道是我们烧给他的。Thank you.